点，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样，然后机台是这样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比，然后旁边有勇者幻魔勇者跟机甲英雄，然后星光乐园的话就是在里面，我们里面一走进来呢，就有偶像学院的卡车啊什么的，星光乐园的也有，然后这样走走走走，这边就是前方书店，然后对。哎，天涯！然后呢，这样走过来就会发现这边有一台旋桨，就是星光乐园。可是因为什么？星光乐园就是很容易很发热，对，很容易发热，所以它基本上是关起来的。然后如果要玩的话，要跟老板娘讲一下，然后不能超过30分钟哦。然后接下来，那个星光乐园有什么？有蒸汽宝贝啊，然后还有大熊。等下一个还照样出，下一个照样出。对，甲虫跟神宝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去比特城吧。You're my only one.
讯到。啊，你在录啊？对啊。这边是红彩主播。那我们接续到。我们接续到柔柔主播那边，看看现在熊大的气象预报。熊 Q。啊，真的，熊大变哎！啊，狂风暴雨了，我要被吹走。被吹走啊！你看他的衣服飞起来了，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好丑啊！拿去。